明仔日啦吼，贡献做欢喜，啊，哎，当然人和单位，我们的千口以上的道亲，啊，能够同聚一堂，啊，啊来咱的人肉福德，啊，来开班，当然昨天啊已经一班的了哈，哎，啊我们今天呢啊就第二班啊，啊大家非常的踊跃，啊，啊来啊，你这个年终，大家拢真发心。啊，也有真个意愿，啊来做一个年终的这个规格，啊当然啦、啊，奉献修炼，绝对爱有会破法的，啊，如果一个宗教，如果那个忏悔犯，那安尼，这不是真正修炼，嘛奉献讲是真正的宗教，啊，所以吼、啊，咱上面做主宾。老母娘慈悲，好、哦，仙佛慈悲，我们的前人非常慈悲，让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啊，永忏悔，一世人一个大忏悔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如果有佛堂，啊，没有佛堂也没关系，在我们的家里面，你每一天也可以小忏悔，啊，可见这个忏悔很重要，因为咱今日修道。修就是要修改，修炼叫做修改用。哎、欸，啊你变哪修改？就是你爱知影发心啊，无发心咱就修，无发点咱就修，哦，唔免修呢。啊，咱就是有不足呢，有不足才爱修，哦，啊你爱发点讲咱家己的不足在哪里，我的发点在哪里？我想了无好诶所在在哪里？伊伫无面啦，种种遮七情六欲啦，哦，咱要心口意，哦，遮是恶业有收了无？咱来做清楚，安尼咱知影要怎对收起啊？就是讲咱换刀，咱咧切牛啊，切无文旦，哦，安尼文旦办了后，哦，伊拢爱一段时间爱煎话。煎鸡呢？迄个文旦爱煎鸡呢？所有诶有我遮啊，种几枝诶遮农夫吼，伊拢爱知影讲要怎煎花，即个树啊爱煎鸡，哦，迄个爱有经验诶，咱若无经验，拢爱去请迄个有经验诶来甲咱斗教，哦，毋通讲迄个该留诶教了了，啊不该留诶无教，哦，啊不知道修剪。欸、所以吼、哦，咱忏悔，就是要帮助咱修行啊。安尼啦吼，啊，去忏就是讲，啊，忏不出来，哦，忏之前天非地犹道，忏就是讲悟出来，哦，爱深深爱甲累落，哦，叫做深根，哦，了深落去才知影讲，哦，我太有遐认真不足。遐尼侪过失，哦，对年头到现在，哇，做了足侪追过错。你若要亲身去，若要去读册啦吼，真正讲来讲，咱拢来讲，我拢无做，我拢无唔对。所以嘛，过去为着信吼，哦，逐当来进这个弟兄会，啊来去信堂里，较早吼时间拢比我足长。哦，但是啊吼，他都闭班拢要咱五六点过，安尼啦，哦，你坐甲袂，坐甲啊袂一半咧，哦，心内就咧想啊，我也无做，哦，安尼吼，就爱安尼来佛堂，安尼坐一日，安尼就对啦，哦，你甲看，迄吼坐甲一半就开始起垃圾，精神就咧发病，坐袂定咧。我无做，啊叫我坐几日，啊坐到遐暗，安尼就对了，哦。所以吼，迄、那个心态不一样，哦。今仔日咱来参观，要抱着什么种的心情啦、啊？感恩的心，欢喜的心，哦，惭愧的心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安尼你吼、哦、要修炼才进步，哎、欸，啊无，人家讲吼，我拢无做，我拢无什么贵心。哦，我来遮咧听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啊吼，大家拢真很幸福，真有福报，
来入这个班呢？哦，要入这个忏悔班是爱有资格呢，有资格的呢。今天在做挂号的都是啊、哦，千口以上的东西，没千口，让他在后边的排队。哦，所以呢，来忏悔，咱伫最后会当向老母娘做一个告捷、告白，好，啊、哦，将咱的这个贵姓透露给咱的老母娘、咱的诸佛菩萨，啊、哦，求无形的代表，把咱原谅、把咱赦免，哦，给咱明年开始，会当去重新做人，重新开始，啊、哦，做一个啊，脱胎换骨的人。安尼，咱就愈来愈方便。啊，若无，唔知影要忏悔，有当是愈行愈无，是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好学吼，今日囡仔，这个题目，哦，这个题目出大字，大家念一遍，来，滚魔乱舞，诸佛救世，这个题目是坚定吼。提予秘书长，甲秘书长甲提予我看，讲今仔日闻到这碗才好啊！哦，提着时阵唔知哪要食呢？闻无乱，不含臭味，较有关呢？啊，无法偷变偷偷在那里上啊！闻无乱，不含规矩，含什么乱？哦，一粒头两粒块，一粒蛋尔哦。那讲这粒鼻脑吼，规个脑拢无心无脑，拢在想这两个代志。哦，用小鼻啊，哎，所以吼、哦，安尼为着要准备这个题目，当然啦、啊，爱用心，用心甲讲吼，无时间去运动，煞办大运动，拢心拢放伫遮嘞。哦，拢想办法讲吼，要互恁老兄弟姊妹吼，来耗费着这个功德。予咱要怎去体会啊？即、這个自迄、那个文魔安怎舞？哦，啊佛祖安怎救世？哦，啊当然啦，诸佛救世，咱拢差不多拢较知。但是吼、哦，讲到啥物文魔乱舞吼，咱敢有看到无？咱敢捌看过无？敢捌看？哦，还嘛捌看？哦？啊，唔捌看你讲无嘅代志，哦，真困难，所以无法咯，就是咧想啊，哦，安尼想，想足济安尼对吼，所以呢，今日要安排一个各位分享嘅大家，哦，当然就是咱所看荧幕内底，真言，免咱认清佛甲魔嘅即个分别，哦，免咱去检测嘅魔客。徛稳脚步，要怎真修实练，会当破茧安稳。哎、欸，三者普渡，诸佛救世，啊，最后做一个结论。当然，啊，佛法准备资料方面，啊，因为经过点论师的会教，啊，较早，啊，讲过了，有足济准备六十单。六十碗呢，食差不多八碗就饱，我甲你讲。哦，所以吼，何方哦，啊，惊人食无饱，准备足济。哦，啊，所以吼，会吃足济，足歹势。哦，啊，何咧何方尽量补。哦，从这个重点讲出来就好。哦，啊，讲起来，啊，咱先分甲侬讲啦，讲一念无成佛啊，一念未成魔啊。什么意思？佛啊、哦，你要做佛，就是咱的心念啊、哦，就是会当达到觉悟的境界啊。所以佛就是觉者叫做佛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念内底呢，拢处在一种的觉醒、觉悟的这个状态。那安尼，你永远就是保持一个佛心，佛心啊。因为你有咧悟啊，有咧读册，有咧忏悔啊，哦，对着这个修行的代志，你拢安怎
你认为讲我是一个收的人，我是一个清口的假菜啊，哦，你的书面、你的职责你要做清楚。那安尼，你当日拢是处在不离菩萨的境界。如果你拿一两杯的香哦，杯杯杯糊糊，一天过一天，日子安怎过拢唔知影。哦，甚至呢都是晃逸的生活。那安尼，你到尾啊，收到尾啊，是安怎？心不在道场，心不在佛堂，心无放伫众生兄弟姊妹身躯，将咱度人救人的七情拢袂记哩。那安尼，咱的心哦，凡夫俗子，有当时啊比凡夫俗子较不易。哦，所以佛是啥物？魔是啥物？关键在哪里？心。啊、哦。心魔，我看吼，啊，用一个故事还咱讲听。过去有一个足出名的画家，这个画家吼，伊讲起来讲，伊的迄个画画这个技术真好，哦，画技啊吼，哎、欸，有做啊画咧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已经足出名。但是呢，伊想讲，我要准备画两幅图。两百度，哦，第一百度呢，伊想要画分，画一百分；另外一百呢，伊准备计划要画一百模，哦，哦，伊要画分甲画模。啊，但是吼，讲起来，伊咱的现实的当中、生活当中，另外有迄个真正讲一个分。画漂漂的分，来给咱做一个目标，但哦，要咱去甲模仿，去甲画出来。啊，是讲有一尊模，哦，啊，会当安怎啊？去甲真正的模啊，甲画出来咧？没有，哦，所以呢，讲起来，为着要画这两百个哦，心内足着急，很着急，怎么办？所以，伊伫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，伊吼，我一边去庙寺拜拜，哦，伊要画佛啊，哦，爱去酝酿，心内咧酝酿，哦，到底佛是生出来怎啊，甲画出来，来去拜拜拜佛，哎，拜拜的当中，伊看到庙寺伊用一个和尚，哦，伊看到这个和尚吼。外表庄严，流露出来非常的慈祥、慈悲、祥和。伊感觉讲吼，这是伊所欲爱的、所谓欲画分的一个对象。所以，这个画家就去找这个和尚，就甲伊讲：我今日准备要画一尊佛，啊你吼。给我做模特兒，啊！啊你吼、哦，给我咧，吼、哦，看你的面相，哦，啊我给你画一个，但是画了，我会用一笔足大笔的金钱，哦，来回向给你，来给你两个，哦，不是白花啦，哦，算作请就对啦，一般吼、哦，社会上咧做模特兒红画吼，哎、欸，把你算当主的。哦，所以呢，甲拼好，所以吼、哦，哇，无简单，用一百步，安尼甲画好势了，出咧电脑，哦，一百分的佛像出咧电脑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吼吼，就呾出名起来。本来是画家尔，因为一百佛像甲电出去了后，大家拢甲学了，比一边。佛像，画家变佛像的佛像，迄个画像的画像的哦，你讲画图还讲变现形的哦，无多几个，代表讲画了，若讲达不完，哦，有到好。那么经过不偌久的时间啊，
哦，这个画家，伊准备要画第二幅，画这个模，哦，画模，啊，要找对象，伫迄个咧社会上去菜市啊看，去过看，拢找无到伊咧，伊大力画迄个对象。有一边呢，我走去加拿大监狱里头，哦，因为迄加拿大内底拢关犯人。哦，咱所讲的讲，一关伫加拿大内底拢是啥物人？啊？歹人。咱拢讲，当作互关的拢是歹人，因为伊在世间拢做歹，所以吼，关入去内底，咱就当作是歹人。其实世间无歹人，没有歹人，只是他做错了事情。哦，咱甲人讲歹人，其实人拢有不善。哦，伊是做唔到尔呢，伊含咱共款呢，拢是人呢，啊，但是做唔到伊咧触犯法律啊，违规嘛，啊，所以吼，煞妄动就歹，所以吼，即个违章吼，你家个来滴，去找啊，找这妄官的这款，找过来的，拢袂答应，到尾去找着，吼吼，即个吼满脸的红肉。什么叫做满脸的红肉？面黄的黄呀！迄面吼，迄偌恶吼，拢写伫面啊咧。啊，所以吼，伊就找着这个犯人。当伊找着这个犯人的时阵啊，当然，就讲我找你为对象，我就是要做一个要画一幅模你做我的模特安尼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同款嘞，画好吼，我稳啊，吼、哦，有重赏安尼就对，吼、哦。但是还袂画，这个犯人乱大声吼出来，你画家讲安尼是哪会跑啊？讲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顶边？找我画佛，你画佛是找我，这边呢，你画魔也搁找着我，是同人呢，所以这画家吼大吃一惊啊，所以呢，伊搁目睭，迄个画家目睭搁对哦，用个较大锐来看这个犯人，那有可能，我画佛，找人迄个人是慈眉善目呢？足自卑的呢，常常微笑呢，看起来咱地藏菩萨的这个面相，足庄严的呢，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？同款一个人，足奇怪，伊嘛感觉讲吼，无法理解，所以迄个犯人呢，足悲痛，就甲这个画家讲。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将我对佛变成魔。你看我，看我这个画家，就是你啊，安尼个对无？是喏，这画家嘛，我莫名其妙，这和我阁有啥物关系？这个犯人就讲啊，自从吼，安尼。我予你画佛了后，予我迄笔的遐尼大笔的金钱，迄个时阵我摕到这钱了后，我迄个欲念生出来，我就开始吼无伫庙寺修行，就去安怎花天酒地，下钱乌白开，啉烧酒，占酒家。甚至呢，外劫，人讲哦，魔转的，变成魔转的，所以伊安尼，啥物都做，啥物歹代志都做，将钱开了了，到尾也钱开了了，开了了，安怎，无钱安怎，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。习惯啊啦，要花天酒地啦，要占酒家啦，
已经习惯，啊，无钱啊，要安怎？啊？是偷啦、抢啦、强拍啦，哦，甲尾啊犯罪，然后叫警察抓去，哦，受法律的制裁，然后关入去大牢里底。所以今日吼，哦，会由这个佛会变成这种的模样，是啥物人害？那是为家害，家己的心害。所以这个为家听到伊的话了后，感慨万分啊，非常的感慨。所以呢，这个为家就将未必安怎淡掉，从此无要为。那么回家呢，也是苦恨着这位哦，去予关这个犯人，苦恨伊讲，改邪归正，浪子回头，你爱真真正正忏悔，忏悔过去的无知过失，哦，早日会当怎，就当来佛堂妙施，哦，回到你较早修甲亲像迄个。佛的这个魔，所以佛跟魔是由心来变的呢。各位，从透早到暗时的过，在这个一天的当中，咱的心量有保持一种的佛心无？有当时啊吼，足困难，就亲像咱讲咧遇股票啊，哦，你的心境是起起落落，有当时也是无心，有当时也是佛心，所以一天的变化内底，真正佛跟魔，伫遐呐，咱讲佛魔交战，咱捌安尼咯。无法办咧，心魔、心佛伫遐咧交战，所以吼，咱今日修办到，咱最后的这个目的，就是要成就佛菩萨、圣人佛、圣人甲莲。所以这个忏悔的这个功夫。咱来当落实伫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，那安尼，咱就袂讲有机会会落入伫魔的功夫，还是讲落入魔窟内底，哦，还是讲咱的这个咱的佛性的这个正位去用魔把咱占去，主人我都去主宰，煞去用魔主宰，所以咱。了解佛跟魔是咱的一念之间，所以末法时代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。现在叫做末法时代，哦，那讲佛运行到现在，就是啥斗争时代，斗争时代，哦，道场斗争。哦，庙师斗争，世界各国政治的问题，也是在斗争，所以现在是末法斗争时代。哎、欸，听足济吼，有当时在看庙师吼，若要选一个主人委员，哎、欸，咱无了解尔呢，迄是，哦，人讲哦，足竞争的呢。为着要争迄个名，争迄个权，争迄个利呢，社会是安尼呢，所以就是群魔乱舞。啊，群魔乱舞是要做啥？要符合这个社会、世界拢安怎乱去？哎、欸，啊啦，群魔伫咱的道场，哦，会附到道场拢安怎？袂平静，啊啦，身躯若去让遐个魔侵入咱个身躯咧，
咱变成啥？无的人。你的言行，你行答举止，做出来拢是无啊，毋是不的行为，拢是无的行为，不是负面负能量，负能量就是无，哦，正能量就是佛，是啊，哦，所以呢，现在嘛是诸佛菩萨现言救世时代。佛乱道，魔乱道，啊！佛呢叫做救世。在座各位，咱来小看家己，咱过去拢是原胎为主，今仔日道中下凡来到这个世间，虽然讲爱受业，但是咱真正有迄个根基、祖德甲佛缘，咱有迄个菩提精进、佛的精进。咱即世会当遮尔呾无简单得到名师一指，参悟到即个三世普度别人的应运，哦，诶，即个大舞台救人度人，提供里面，在座各位拢就是佛菩萨现言来救世的天使，在座各位包括我。哦，拢就是啥？虽然讲爱有家业事业，但是咱会半时间来入班学习啦，还是讲呢来佛堂哈，这个啊参悟的这个办道的行列，哦，三思定行，国内外开放，这就是咧救世，救度兄弟姊妹，灵性会当哪，会当得救，回归到咱无极里边，咱的任务是安尼。啊！若辛苦袂定，这个任务是由医生担任。咱是救众生的灵性，哦。那么要救众生的灵性，这个救世的重心内面，拢是伫咱的心腹内，毋是阿公、弥勒佛咧救世，嘛毋是讲济公老师咧救世，嘛毋是讲阿公遮个佛祖咧救世。佛祖甲你讲话。哦，就爱靠咱，靠咱，咱人咧，咱爱去代天宣化咧，啊，替天灵道咧，是不是？但是，伫迄个暗中，诸佛菩萨伊会暗中，啊、哦，来帮忙，互咱伫迄个救世的这个过程中间，会嘛，会较顺，较顺，哦，会较好办。会较好收，吼安尼吼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起来，吼、哦，现在就是能讲的讲，天人合一的办，天人要配合，今日去办刀、收刀，那么靠上天诸佛菩萨，办袂听，嘛办袂看，吼、哦，所以感恩上天诸佛天恩师德，爱感谢呢，哦。靠咱一个人无法度，你若靠真理嘛无法度，靠电脑师也没办法，要靠大家一起来。哦，咱团结一致，暗中诸佛菩萨，暗中把咱做得，哦，安尼就大家做完毕。所以吼、哦，大家爱非常的感恩哦。佛魔变革，谢谢佛大人讲。即个是佛、甲魔拢做伙共的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那么一句话，哦，是道较强还是魔较强？啊，魔哦，魔一丈呢，啊道甲一尺尔呢，哦，所以呢，即句话含义是啥？就是讲，一件代志要达到最后的成功成就，后壁不能有所谓的魔，就是干扰、挫折、考验、不如意，会甲你阻碍。就是讲，一粒啊，一丛果子树，吼、哦，无简单经过差不多
四五个月半冬，伊安尼规花结果含含养着伊的即个营养分了后，哦，到尾也要收成啊。即粒木瓜要黄啊，即粒油啊要收起来，会进前哦，就爱做细事啊。哦，就鸟啊在咧动啊，哦，虫咧食啊，哦，风台啦，透风啦，落雨啦，把你扫扫咧。然后剩咧调咧调咧吼，迄、哦那个地头甲叶咧调会调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安怎？迄叫做结果先果安尼。咱今日你嘛同款，哦，尤其咱在座各位，咱修道数十年。无简单嘞，坚持到底呢，哦，安尼时代修改，坚心定性，哦，到现在，这魔特别的吹啊，哦，魔克。释迦牟尼佛，伊伫菩提树下，哦，伫遐，那讲开悟要成佛的过程，伫遐咧静坐的时阵啊，哦，迄个时阵，迄、那个魔宫，那是用咧地动同款。迄个时阵啊，魔宫的魔王，柯巡，吓，看到了后啊，哇，非常的紧张。哦，讲哦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世尊哦，无偌久就要成佛啦。哦，所以呢，派遐魔女，哦，莫派魔女过来报他。哦，派出来魔女啊，哦，这个魔女哦，大家拢妖娇美丽，哦，足水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来献伫咱的世尊的面头前，用百般的引诱。用美食啊，引诱大家跳舞啦，安怎啦吼？哦，但是呢，释迦牟尼佛，迄个时阵，伊完全不动心，哦，不动心，哦，而且妖女魔女哦，大家人哦，人到尾变啦，人主哦，煞无法力无够，哦，煞安怎？无法度抵抗着世尊伊个本身的迄个功力。所以呢，每一尊的魔女啊，吼，本来是拢足水的，煞唔知哪吼，煞破光去了吼，逐个魔女拢变成嫖女，差不多八九十岁的老人，啊面安尼妖娆啊就对啦，逐个魔女变成安尼。迄个时阵哦，遐魔女大家讲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拢看，哎、你哪安尼？啊我哪安尼？哦，大家掉车惊落来嘛，即个魔女嘛都走，都走去。这魔王啊，看讲这波无法度呢，佮发动着即个魔兵魔将、魔囝魔孙，哦，哇，拢安怎来到即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面头前？哦，用着钱、虾、用火甲烧。用水甲人，用海燕安尼甲灌，无数叫威胁，就变来搅乱哦，即个释达多太子无法度成佛就对了。但是呢，安尼百般甲考验了后，嘛无法度哦，来将即、這个啊释达多太子甲你考倒，所以释迦牟尼佛。你看，伊修道过程嘛是爱经过着磨的考验，伊才有今仔日的成就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哦，修道的兄弟姊妹，各位，咱拢有一定的考试段，一定要考试，你要成就一定要考试。哦，你看，咱捌读过一个书。对国小一年的开始，读到高中，读到大学，硕士、博士，你甲看，大大小小的考试，你甲算过讲你考几遍？
咁算会清楚？何况嘛算会清楚呢？哦，有平常考的，有小考的，中考的，大考的，不毕业考的，模拟考的，啥物考的？哦，读册拢要考的，考甲吼，读册拢惊着，真正吼考甲会惊。那迄个人个拍的吼，愈考愈爱拍。哦，啊，那迄个班官太太吼，唔爱读的吼，变啊，听着要考试吼，讲起来拢软，身躯拢软，啊，甚至吼，咱记袂了，拢来作弊呢，作弊无，重新再做拢，好啦，好，好行哦，安怎吼，较早考试拢作弊，上翘去，翘到拢翻盘去。哦，你敢知影？敢捌听过讲，考着作弊，班上第一个，就是何汉啦。作弊会变成班上第一名。何汉个边啊吼，坐一个拢第一名。国小的时候第一名，啊何汉个迄阵都放荡，哦。我在布景呢，哦，做爱看布地形呢，哦，做爱拍灯光啊呢，爬树啊呢，哦，吊死脚呢，我爬起来，我看这种人会安尼，哦，想袂到吗？好点，哦，边仔迄个做第一名，布，头都挖下个草啊咯，哦，伊块草块第一名。哦，意思讲哦，迄、那个隔壁迄个第一名可能有写唔对，哦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发 A 写对，哦，啊，当然我 A 袂去人看，哦，看你就咱袂晓，哦咧，所以安尼吼，我第一名，真正吼、哦，去奖迄、那个，去迄个司令台吼、哦，领奖状咧。足见笑的呢，用安尼啦吼，哦，一种的掌声哦，非常虚伪，对不对吼？所以咱就吼，吼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咱讲到这，啊，就是咧讲啥，哦，啊，讲到就这去，啊，讲来讲到就对去，哦，所以咱就知影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有可能。哦，所以越高时期，山腰水怪，山腰水怪，哦，这个山腰水怪，啊，甲四鬼五怪一定要怎端坐啦，咱来了解这点，哦，咱若要咧修行，咱未去讲顾虑这个代志啦。一般修行，咱咧生活上班赚钱，过三顿啦，饲某囝尔啦，哦。咱有真正咧修行，咱会去深入，是讲先佛讲的话，佛祖讲的话，即个佛祖讲的。哦，伊讲现在大陆时期，山妖水怪、四鬼五怪，已经拢出世做啦。枪入潜，潜水艇的潜，潜水艇潜的潜入。哦，秘密内底，秘密底，道中扰乱科道，或者是。做得精神，即句内底吼，当然咱会面对山妖水怪。各位，请问咱敢捌看过山妖水怪？有看过无？啊？我看大家拢毋捌看，好憨啊，好憨嘛，毋捌看。但是，即边。啊、哦，咱度一个人，啊、哦，啊来伫佛法的佛堂求道，去虔道，啊、哦，求道了后，佛法含太太，啊、哦，找一个时间暗时，啊、哦，水果摊咧，去引导风亲，求道了后去风亲，啊、哦，啊当然啦、啊，去引导就开始开讲，啊、哦，啉茶啊，开讲。我看咧，当然啦，哦，
无兵不实施，加军多年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就有问题，咱就爱找问题讲，吼、哦，啊，互我就开始吼找问题，啊，无好啦，吼、哦，啊你吼、哦，啊，哎、欸，你食啥物泡咯，安尼啦吼，安尼吼，迄、那个天道的道亲啊，甲我讲，过去吼、哦，我专门咧掠妖，发多妖咧掠妖妖。哦，我有头路咧掠妖，我头一遍听着。哦，无人去搭公司上班做雨水的衫，啊有人去着头路咧掠妖。安尼啦，啊所以就咧讲，哦哦，伊讲我当然问啦，我讲啊先啊，哪有人咧头路咧掠妖？啊到底是掠啥物妖？安尼，伊咧就是讲吼，有咧砖头袂平啊，定定咧出代志。哦，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因着，因可能因咧有迄落会敏感诶，有咧感应啊，即种阴阳感。哦，啊，当然因着爱去砖头安尼去看嘛，爱去感受啊，是安怎？哦，嘿，啊，所以呢，到尾啊，因着是讲吼，原先伫迄个庙里内底，咱只原因着是庙。哦，迄个咧砖头内底有印光庙啊、小庙啊啦，吼、哦，毋是迄落大殿诶，迄落大庙庙会吼，毋是安尼。哦，毋是大天路啦，妖天宫迄个大路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伫迄个小庙内底呢，哦，因去感应个内底无面子，啊，你为了去拜拜，虽然讲内底才几啊尊个神明，你去拜拜，你嘛毋知讲是正神还是邪神，所以因去掠妖个时阵哦，伊咧描述啦吼。伊咧毋是用念咒诶，是安怎啦吼？怎做法，咱毋知。但是伊讲咧，迄妖山妖鬼怪、妖魔鬼怪，拢对一尊一尊诶神爷诶身躯，拢有安怎走出来？哦，无了无代志，一个了命遐拢撞出来咧。各位，神爷内底比山妖鬼怪，无怪吼，遐个村民咧拜拢拜啥？山腰鬼，甲你吸，你的精气神拢叫吸了了，无法你袂平安，无法你身体咧有各样，哦，定来出代志，哦，所以才来看嘛，哦，何况咧，甲知我无，真正讲，人讲有一领山腰鬼，有人咧掠，代表有啊，哦，都无咱也毋捌，哦，是啊。四鬼魔，在这各位，什么叫做四鬼？啊，四鬼代表着圣人，代表着天人，代表着佛祖，代表菩萨，这叫做四鬼。啊，还有魔王，哦。五盘是啥呢？五盘就是天盘、地盘、人盘、水盘，还有一盘。各位敢知？我喊吼，前天捌问一个道亲，啊，甲问我啊，啥物叫做五盘？哦，伊有哪八盘呢？伊嘛知影讲。天盘、地盘、人盘、水盘，哦，但是最后第五盘，伊讲灵盘。啊，灵盘在咱咧办桌出第一项的灵盘，第二项叫做迄落惊。啊，哦，我阿妈叫骗，经过安尼查了后吼，才知讲第五盘就是啥，阴盘，阴阳的阴，叫做阴盘，地府的鬼魂。哦，啊是这个啥呢？那讲迄个啊，显红牙，迄叫属于迄个阴。啊，啊天盘咧知影，天盘就是哦，迄个佛菩萨，哦，满天仙朵多下士，哦，天盘嘛是即个青道，哦，即、這个哦，即、這个青色。拢安怎？拢咧做
天盘。啊、哦，那么这个地盘，地盘就是代表啥？代表这拄则讲的讲有这鬼魂哦，啊这有诶，这个鬼魂有诶善魂，迄鬼啊嘛有迄个好鬼呢，嘛有恶鬼呢，哦，啊有诶是讲起来讲吼，啊有我这个、啊山妖鬼怪，有诶山妖鬼怪在咧乱呢。但是有的吼、哦，伊知影要收，所以伊安怎？伊暗中做着毛病，哦，啊个啥？人盘，人盘就代表啦，哦，你看，咱嘛在做着，但是嘛在乱做呢，人的变变是人啊，哦，有的鼓励咱的家人、先生、太太爱修业，爱来食来佛，能做多久啦？有的吼、哦，就是有后脚，哦，太太若要来学堂，先生来吼，动，脚动手动，哦，头鬃把你揪咧，衫裤把你揪到破，哦，你若去吼、哦，我就要放掉要甲你安怎，嘛是人伴，哦，是呾有的人鼓励，啊，有的人是后壁要甲你安怎。你家己倒，你家己好，嘛是人盘，哦，水盘，四海流龙王来啥？助大，哦，迄水神啊，哦，哦，迄个海底只的迄个吼，水尊啊，有迄个做得，但是有诶嘛吞得，啊。阴盘嘛同款，所以伫咱啊一般，咱拢较知影着佛盘、甲人盘，哦，有足侪实咧，就是咧做的，咧做的。尤其这个啊佛盘吼，这个佛盘，佛盘是讲仙佛在暗中来做的。尤其吼，咱若咧出外咧开。哦，迄仙佛特别安怎，会甲咱暗中显化做的。听讲吼，啊，有一个啊，发生在这个泰国，啊，那么泰国吼，啊，有一个所在叫做北壁湖、北壁湖，啊，迄个县内，哦，那么遐呢，啊，有一间庙寺。哦，你修行的所在叫做万善堂、万善堂啊，内底有一个菜锅，啊，那么迄个菜锅吼，伊拢伫遐家己自修、念经、食茶，吼安尼。啊吼，伊若要去念经拜佛吼，拢爱安怎？爬楼梯去，哦，啊，顶悬有斋堂、斋堂、斋堂，那泰国吼，那你未熟悉的所在，伊拢写一字斋。中国字哦，写足大字，叫做斋。你若知影讲，伊字斋就是代表素食法，会当食素食的东西。那么这个菜锅吼，有一边啊，念佛念经了后，落楼梯，因为楼梯足矮，啊去足严，一个无小心，哦，打了无好势，规个人拄啊规面悬悬，安尼练落来，练落来到楼。但是伫迄个当中，就是伊有看到济公老师，哦，伫伊身躯攞甲摕咧，哦，安尼伊感受讲，哎，了了了，安尼意思。事后济公老师伫伊的迄个脑海中，甲伊讲一句话，讲无偌久的时间。有我的徒弟下来这办道，你爱甲帮助。这公老师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安尼了后，哦，这个菜锅嘛是继续伊家己收啊。今嘛，伫台湾庙里，哦，有一个莲花师，哦，咧观音堂的单位，哦，挂伫庙里，
那么这个电源师呢，伊过去伊当然也伫先入班的当中，伊足有迄个意愿去出国开放啊，所以伊请教着这个老师。啊，地主吼、哦、想要开放，唔知地主啊，唔知要去对开放较好。这个老师来指示，讲呢，你含客人啊语言啊，客家人，啊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电脑是伫咧想啦，较早吼拢去菲律宾开封，开封，到尾啊嘛是安怎，无理想，都无法度发展出来。到尾去想着，就是讲较早我做人才的时阵啊，有含道亲做伙去泰国，哦，伊啊做人才，伊啊做工事，伊知影去泰国，所以呢，伊到尾啊就发愿讲啊。我爱来泰国开封，所以呢，伊就招人才哦，当初准备去泰国开封。那么，因就是第一站去到北壁湖、北壁湖，哦，啊，一个落地，人讲都是人地生疏啊。你开封你也无亲戚朋友啊，哦，即马一车坐到迄个所在，到北壁湖，哦，迄、那个所在。哦，当然巴肚枵，要找素食馆啦。哦，啊，拄啊落车，哦，啊，着问啊，问遐个附近的人啊，遐个咧卖物件的人啊，讲啊，请问哦，恁遮个斋堂伫底？哦，恁一个馆啊，吼，就甲记啊，啊，伫遐，伫头前，伫头前，哦，安尼，点啊记吼，伊就记啊。哦，伊到迄个斋堂哦，我去拄着个菜锅。哦，菜锅就问伊啦，啊，恁来去从哪位？点了师傅，阮就是济公老师的徒弟，阮来遮就是咧办道的。哦，这个菜锅就想，几当前吼、哦，啊，济公老师伫个脑海中来讲一句话啊，伊讲，哎呀，不可思议啊，哦，他一下就拄好，安尼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菜锅就将伊。哦，过去发生的代志，把这点落去讲，所以呢，就伫迄、那个，哦，这个万善堂开始，这个菜铺开始度人救人，哦，甚至呢，哦，因遮迄个内底卤煮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因咧袂当做卤煮的吼，听讲不来的，哦，啊，搁吼，搁啥呢？搁袂当做卤煮的，经济拢袂歹，拢地方的遮的吼，啊，遮属性啊。哎、欸，但是吼、哦，这个卤煮就无话安尼。咱平常时拜拜都礼拜都拢安尼拜，啊，是怎吼？咱你安尼哦，你去拜拜迄、那个吼，迄个咱的迄个暗八里的青云人，哦，当然菜锅伊就甲伊介绍啦，介绍这个济公老师来甲伊讲的时候。所以大家拢安怎不记得？多足侪人，哦，一翻十，十翻百，百翻千，千翻万啊！哦，多足足侪人安尼个，哦，到尾啊，道足方便，开发着十几间个学堂，甚至即间万善堂呢，做先天个，因着是啥？先不的做法，先不的精神，济公老师的精神，弥勒祖师江天盘，济公老师是江德盘，观世音菩萨是江什么盘？啊，江劫盘，劫盘啦，伊专门咧救劫的。千手千眼观世菩萨，伊拢专门咧救人，哦，所以看，哦，应有的佛，拢就是安怎救世，救世，哦，所以吼，啊，讲着人话，咱人要去开放，若无咱的道心人才。上天嘛无法度，哦，
啊，所以有阵时啊，无形的当中，咱人打出去，法官赢出去，哦，神不难分。阿啥？哦，咱台湾啊，一个兄弟姓郭，柯兄弟啊，啊，这兄弟吼，因开发伫泰国，啊，一边吼坐飞机，哦，坐荷兰航空。荷兰的航空伊就有专机嘛，所以因就坐，你坐伊吼，因、哦、有诶吼伫大陆，吼、哦、大陆人啊坐荷兰航空，啊咧专机，吼、哦、啊要坐对，坐去荷兰，啊所以伫机场诶当中，即、這个兄弟仔咧，吼伊边仔拢毋坐，坐迄个中国人，做中国人，啊即卖吼坐无咧机吼，啊着随机会开讲啦，哦，安尼嘛。哦，啊，着自我介绍吼，啊，你去创啊会，创啊会，哎、欸，到尾啊吼，开讲了后，熟悉了后，哦，这两个兄弟啊，着甲边仔迄个，哦，迄个大陆浙江的青田，我的青田的啦，哦，甲伊讨因伫荷兰的住址，荷兰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了后，伊到因兄弟啊，伊到泰国。代志办完了后，两个商量，咱两个人对泰国买机票，咱来荷兰开放啊！哦，安尼一个念头尔，去泰国，真正自治体，哦，迄自治拢写英语的，但是伊也捌英语啦，哦，啊，你去到遐可以找某某人，你到机场阿姆斯特丹，哦，你到遐。即马落无人机出来吼、哦，要怎样来找？哦，查价钱啊，哦，还是问人啊？问讲啊，替人看，哦，啊，意思讲这一对啦，哦，诶，问一个会晓讲咱台湾话的，诶，迄个华语的，哦，我意思讲，你要找这个所在，唔是阿姆斯特丹哦。是鹿特丹哦，同款一支丹哦，但是这支丹的差别是差70公里，你得爱去坐车坐70公里去到迄个鹿特丹，这主地是鹿特丹。哇嘞啦，真正要坐车呢，坐到鹿特丹，你到遐哦，嘛是同款来坐夜灯啊，哦，这个主地要摕予迄个夜灯车司机看，哦。用币也嘛爱币呀，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会教啊，有法嘛，语言未通，哎，啊，即马吼，以后迄个电影声，看吼，拢甲你讲闹闹，无咧甲你知咯，咱两面就亲吼，伊是讲啊，这是咧找阮的麻烦，还是咧甲阮坑我们啦？哦，安尼嘛，啊，最骨咧拢甲讲无咧知呢。哦，我也找一个哦，你敢摕5块美金哦，拜托个啦吼，你敢捌载一个啦吼，哦安尼啦，哎、欸，你真正载呢？即马拍一束，还袂拍一束，到、哦，原来是刷地金，无怪人无咧甲你载，你用行就到，叫我用电话甲你载，哦。马上就到，找到遐，哦，伊要找人，哦，然后真正开始报啦，哦，安尼吼，到尾啊，伊安尼上班咯，啊，安尼度人救人安尼吼，哇，宣传，哦，因为遐附近吼是浙江青田的人，因其中做啥物行业？做读书，哦，伊啊真正个，哦，安尼啊，哇，所以吼。讲起来讲，哦，记录多，大家拢足新鲜的，足发新的，甚至吼，要招等于大陆浙江人的家乡去度因遐亲戚朋友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所以吼，多文化方面起来，哦，你看，这人啊，要有迄个勇气，啊，暗中有做咧帮助。好嘞，好。
食有饱无？哦。穿有少无？哦。精神有好无？哦。有大赚钱无？有。后壁只爱讲咱大声，有无？咱明年做事会冠秀，哦，富贵双收，哦，那个大赚钱，身体健康，搁有地位，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啊，食有饱，穿有少，哦。安尼，爱人讲振作精神啦吼，因为现在就是五味交替的时阵，哦，有诶安尼吼，饭若食落吼，若平常时有咧困中昼，拢头壳拢解爱，哦，啊听讲吼，人讲五即个五毛关系，听讲佫一种毛叫做困毛，哦，所以爱细字，哦，细心一点嘛吼。好，继续啊，咱现在来去，好。那么当然，咱讲到对这个四柜五盘，吼，当然，这个是咧做的，天盘做的，人盘嘛都做的，所以咧，咱的职责嘛是咧做的，因为咱是佛，咱是菩萨，咱是弥勒佛。未来菩萨，咱拢所做诶代志，拢就是佛的缘故，菩萨的缘故。所以，咱坚持到底，无论讲有任何偌济磨课，咱一定来突破难关。哦，在黑暗当中行过，后壁就是光明。所以有阵时啊，上天的挡课。受到难免课，拄着课爱怎爱定静、镇静，不要手忙脚乱、心慌意乱。有诶吼，拄着课要心慌意乱，安怎心慌意乱？有时啊，辛苦过。食阿五谷的，会辛苦袂尔嘞？哦，有感冒过无？哦，大家都问讲有看病过，大家拢讲结结业业。哦，这个肉体歹照顾。但是上天会借着诸事因缘来克。哦，所以克有过来就克啊，顺境的克啊，逆境的克啊。哦，艰苦啊，逆苦啊，顺苦啦，灾苦啦，哦，饥苦啦，无所不饥苦啦，拢咧苦。那么考验就是去考真验实，无考试，会当讲变出讲你真正有咧修无？哦，考到尾啊，毋是苦就是鬼啦，啊，苦就是上上天堂啦。啊，鬼呢，有地啦，所以呢，伫这个考验的当中，哦，其实咱也坚持上天有关，上天哦，伫这个无形的空间内底，咧看到咱大家，伫咧修办道过程中，伊咧有迄个用迄个恰诚的心、真诚的心，哦，上天看咱一点心啦。我伫迄个网络内底看到一个故事，迄是真实，嘛是一个过去即、這个人资处主任其他一个主线的一个前人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那这个故事就是啥？因为啊，迄、那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是往外开荒，还要投人资。所以这个因缘当中啊，因缘当中呢，当然是选择伫澳洲开。那这个因缘是啥？就是讲，伊有一个越南的道亲，因有熟识，因百万的朋友，百万的朋友里底，伫澳洲的意思，当然啦、啊。
伫即个连环师人才所在有长到迄个所在呢，哦，当然无无错。啊，所以呢，因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哦，道亲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越南的道亲啊，伊看看，伊讲吼，伊要熟悉一个因越南的道亲，伊的大厅内底总共有20几座。请求点文书，哦，来去遐设临时大办公室，好安。啊，即马点文书吼，哇，答应啊，哦，大家都准备啊，哦，一时代，哦，头都一件啦，头都伫咧，哦，包括手机，咱是有咱十一年开，啊，一时代车开吼，开差不多一暝一暗安尼，才开到迄个所在。一个到开始要办到设立集团，哦，即摆吼，佛迄个佛道出迄个一般吼，因咧咱若去开封吼，当然无迄个咱咧正常的佛道啦，哦，用因的道啊，啊道吼会当哦八宝用用的吼，啊就会当办道，无坐顶是外顶，只八宝吼拢用啊好势，哦，安尼，即摆吼准备要办。人才交点文书报告，点文书书批呢？这场办袂落，啊！一路遐尼远，坐车坐遐久，来到遮无法度办哦。是啥物原因办袂落？人才吼，点文书讲，20几岁挂号内底，10岁拢得到啦，10个都是样吧？哦。你我多班啊，哦，下九流，那个较早讲下九流的，种跌倒的啦，风波吹啦，咩拢袂使，哦，安尼，代表代表啥？就讲亚巴业障很重，安尼嘛，啊，跟老师讲哦，哥，哦，恁每一个人才哦，拢爱做一个，做一个。迄、那个哑巴抽到人当引书，咱分一个做引书啦，好安尼啦，哦，啊到吼，咱若开始办，有工会6点会到，就继续办，代表因祖先有功德，哦，啊如果吼有工会6点会到，哦，迄个爱有啊大啦，迄个爱，哦，看因的迄个岁啊，因的造就啊，安尼啦。真正开始办，上礼开始点有工会，即嘛就是赖大安尼甲注意点尔，点袂到啦。有工会点袂到，哦，啊，着奇怪，啊，拄仔咧摆摆即个频道吼，啊，摆即个八宝都有试咧，都有试点咧，都会到。先啊开始咧办到，办袂到，迄个点点袂到，哦，无看着是真正有迄个无形诶。哦，来你安怎？你来讲，哦，来你乱刀，还是讲哦，来你做牌啊？安尼，啊，这本书哦，来，大家吼、哦，为咧求神父助力，哦，求咧祖先助力，天父助力，哦，哦，叩首，然后开始去点看卖，哎，真正有功夫点得到。开始办，哦，开始办，讲三宝，讲到迄个口诀，哦，迄五字，我伊到外面喏，啊，嘛是安尼啊，你甲打，你看你的嘴啊，啊伊嘛照你的嘴安尼啊，五字，拢无声，拢暗了一身啊，安尼，哦，了后吼，安尼。但是，点文书坐飞机比较紧，转来，然后遐人才吼，遐总共有10个，含花司机，啊开车，哦，规点外钟拢无油啦，啊无油就爱加油，哦，啊即摆油加加的尔，即摆要开，司机到发觉讲，嗯，这是要往南边开，咱开开2点钟，要往北边。怎么变反方向了？哦，你两点钟呢？变反方向，
坐伫内底，即个人才，咱是安怎较也袂开嘴，也袂讲一下，讲咱困着倒去，安尼啦。咧开个时间吼，人才拢达到定定，也袂甲司机讲讲啊困着。到尾啊吼，司机甲人家人才讲，安尼他拢袂讲话，困着也毋讲，安尼啦。即个人才吼，要出来讲话啊，哦，谢谢。我大多也想要讲哦，但是拢未开嘴呢，我未出来啊，你有看？你业障偌大？哦，大多遐犯罪，遐业障偌大呢？哦，你看，遐人才拢做医师，哦，大家想看，看伊未讲话，好佳哉，还佫尾也佫未开嘴，哎，那么比较有能力哦，好、哦，那呢，这个叫什么书哈？啊，经过安尼一个时间了后，摸咧迄个，哦，准备去度假的，迄个因素啊，吼，迄个越南的，诶，对亲啊，哦，讲哦，爱去遐开放，点二十几种，爱去遐开放，安尼啦，啊，要怎开放？即嘛就叫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越南的对亲啊，叫伊红阿婆啊，哦。汤溃死掉，然后吼，我去到里斯本这个所在，哦，伊含只，伊遐多陪只友情结缘啦，安尼啦，啊，所以伊，哦，我这边呢，算作车祸，啊，车祸吼，弄一个这个阿妈骨啦吼，我，哦，算大条吼，足严重啊，啊，都爱叫迄落，哦。哦，迄个固定的迄、那个吼，迄、那个物具啊，安尼啊，哦，啊这又再过来伤着，安尼，哦，啊但是伊去了后，啊静养身体，然后呢，啊买一块地，哦啊起厝，哦，啊阮阿叔，这，啊然后，要不静养，要不是住边，哦。讲吼，爱去催伊，吼，爱去催。啊，即摆吼，伊咧从迄个啥咧，去催伊拜访母亲咧，伊就讲，从迄佛堂写十五遍果，一水果，吼，让我换去予伊遐较早吼，遐越南的道亲，食平安，借着迄个机会吼，加好人。但是，伊无车，无买车，也无买到物，安怎？用行路的，一早起爱行三点钟，水果搬嘞，伊到遐三点钟，哦，去，迄、那个道亲啊，哦，第一遍就接受，然后佫搬转来，对无？佫行转来，嘛三点钟，哦，初十五，第二遍佫去，去到遐，迄、那个。我来到新门关起，无要食面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关咧，啊，然后吼，伊拿水果放咧，哦，然后吼，三七公，啊，公吼，即袂恁食面，安尼恁订果，安尼公公的就要行转来，咱到新门要查，行偌久？行差不多要半日，拢安尼哦。迄道亲哦，迄庙道道亲无要参，哦。那么，清时点本书，讲点本书半冬啊呢，惊半冬呢，拢无要参人呢。免怎，点本书讲准备，继续去行，安尼，尾啊，去行到一个月。上尾仔迄边，哇，透风落雨，哇，落雨落雨大，哦，水果干嘞，是用行的，毋是坐车，透风落雨，安尼行行，伊到遐就出面看，哦，伊到遐，迄、那个道亲我开门，叫入来，但是迄个医师吼，伊讲无爱。哦，伊袂变倒来，但是迄、那个伊规户遐二十几位吼，伊遐家属吼，
我阿拢冲出来，用安尼硬硬的甲伊硬进，安尼两外号外老号两外号来硬进嘛，哦，安尼啦，讲吼，讲我知影你，即六七个月来，你拢有来阮家，我拢知影。即、這个道心嘛讲，我知影你有病的啦，但是吼、哦、你拢无开门啦，无反应我，安尼啦。哇，即越南的德清，即一方是十几个哦，安尼甲伊当咧，大声的吼，吼出来，安尼啦。伊讲哦，阮父吼骗到惊着，哦，人对咱好，哦，啊，迄德清咧，甲我讲，你对遮对我遮好有目的，毋知是要哪甲我骗安尼个。但是吼、哦，经过着遮尼久的时间，你真正遮尼啊艰辛，无少着辛苦，用行路的吼、哦，你看安尼来回啊六点钟，啊，搁拄着天气吼、哦、大热，还是冷，还是讲吼透风落雨，你拢无野心，吼、哦，无饭端，你的艰辛，你的信心，互阮感动着，互阮感动着了，所以。这个因素，哦，当然，啊，来鼓励，请因来学堂听道理，哦，三思并行，无畏死也好，哦，度人也好，认真做，哦，安尼，我真正哦，足发心的，哦，经过两冬了哦，这个。道亲因规家伙一个，站个下口的一个开始会讲话，哦，会开口安尼，啊，即摆开口了后呢，会讲三国的语言啦。本来下口一个嘴会讲话尔，会晓讲三国的语言，会讲英语，会讲法语，会讲国语。哎，你有医生看医生王大明，这是。这是吼、哦，这较有可能的代志安尼对，哦，然后伊搁足信心，伊佛堂，哦，度人救人也好，哎，因公业力，佮经过两个月，第二个组件，佫会开出来，开出，哦，两个组件，哎。我结案过，要经过九冬，经过九冬，经过九冬哦，全部其他的八个，大家拢会讲过。哇，咱甲想看卖，本来拢会到，但是求到了后，诚心发心，哦，安尼伫咱的道场行功立德，三思便行。你甲看，拢会讲话，不可思议。哦，一点本事，我们请咱台湾的德清哦，去澳洲去甲参观一下。哦，伊会讲话，伊会讲话。哦，啊伊吼，迄虽然矮高吼，迄点本事伊讲吼，这个无像矮高面啊，大家拢生得足水的。哦，不做颠倒的。唔是嘞，人讲下高面，下高面啊，唔是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迄啰，有因缘，有因果，哦，有因果，啊，所以呢，讲上天慈悲，啊，佮咱人，哦，啊，道心会当发心，哦，救世，啊，这都爱是天人配合啦，天人配合，哦，啊，所以报告一下吼，咱就知影吼。哦啊，虽然讲讲着佛，讲着魔，啊，魔咧靠道，啊，佛咧做，所以先佛甲恁慈悲啊。伊讲现在天时足紧急的，我要甲恁讲几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就讲阿修罗已经转世啊，啊，进阿修罗转世。那么，转世要从哪过？
因为阿修罗就是魔，阿修罗魔，魔那无佛未去，因有佛，魔才会去。哦，所以佛魔交战，佛那无魔未成，佛那无魔克，魔会甲你考验，未成佛。哦，所以咱得当了解，哦，修道。以后要修行，但是不一定爱经过的课。魔灭魔凡人是魔性的，魔就是咧专门咧吼找圣人、天人、修道人咧课，伊袂去课凡人啦。哦，所以魔袂当个人修道，但是伊会乱人修道，是专门咧乱扰乱哦。妖乱修道人，第二鬼魂顽强，我另外好怀疑咧破邪，哦，讲这个吼，那就咧讲梦啦，无阴阳眼来看，即便一个别个单位一个马电源师，就特别点到，哦，准备点到。有一个道亲，哦，我爬起来，哦，安尼足车做诶，我撞出来安尼只啦，哦，人才背后壁鬼，讲伊是咧装傻，伊讲我足惊诶，内底拢妖魔鬼怪，道亲讲内底拢是人啊，内底妖魔鬼怪，哦。所以哦，虽然讲是人，但是妖魔鬼怪，人讲，出世投胎变人，所以听讲妖魔鬼怪，拢是喏，啊做人的吼，拢是了足烟斗不水，安尼哦。啊，所以，哦，你这个佛堂，哦，内底，哦，有诶祈祷诶啥啦吼，诶人啦吼，伊是有哪些是，哦，奉言讲吼，是妖是魔，是安尼，哦，啊，有诶来，这个妖魔鬼怪来开妖，啊，所以，哦，咱爱知影讲鬼魂关系，那么。观地佛观，佛魔有佛观，观世帝君啊吼，伊有法度降魔，但是无法度降咱的观，咱的观心这就伊无法度，没办法，哦，唯有功德力。咱若要讲，迄个要降魔，即个咱的观心这就是爱用功德。所以咱吼拄着代志，唔通怨天。唔通忧心，爱坚定的心克服过这个难关。其实，咱做人做万变的讲，咱伫这个修班的过程中间，无形的当中，咱仙佛拢在甲咱打咧，甲咱打。所以一遍仙佛班的时阵，咱这个老师现身，那么咱这个老师要求。啊，一个点文书，哦，去发到一支本答，按两个定啦，哦，本答啦，吼，爱搁两个定啦，哦，爱搁啊搁有锁啊，哦，会当答就对啦，哦，这个本答吼，爱答两个定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去准备啦。咱志光老师吼，一支手，摕迄个本答摕起来，啵。安尼转来转去，吼、哦，安尼一支手安尼转来转去，迄两个顶啦安尼转来转去，吼、哦，安尼有轻无？那安尼志光老师咧表演，安尼真诶有轻无？有轻咧，吼、哦。那要讲咱若拢咱若讲即款轻咧，咱若咱唱吼，迄本打起来，安两个拉安尼转吼，足简单诶啦。
这群老师来当场，请咱的听众、入班的听众，来，什么人意愿要来去咱表演无？这群老师将个本拿放伫迄个涂骹，哦，一个天高的自告奋勇，哦，行单单，一摆伫厝里行咧种，哎。哦，所以就出来啊！哦，即摆呢，阮打起来，哦，下头阮就跍落，哦，就要甲扛起来。各位，你敢知影道亲跍咧，伊还咧跍下袂爬袂起来呢？安尼一日迄落啥呢？跌到规个红骨啊！安尼足大箍，安尼规面红起起，安尼廿大三嘞。奇怪，啊！你看这个老师遐简单，这一手三下咧转啊，哦，咱来去看嘛，拢差不多有够力，一手有够力，是啦，现在无法度，哦，所以这个道亲呢，无法度啦，转袂起来啦，哦，回去做会做，够来去出来转无？吼、哦，第二个今仔做到分量，哎，今仔就出来。阿月不容栽，哦，有那苦嘞，大了就要甲扛起来，哦，那一个，公平，安怎安尼出来喏，都爬起来就对了，都奇怪，吸就吸袂住，哦，到尾哦，安尼经过不来道士来咧扛起来，迄个顶啊，无底物件啦，无底焊机，安尼也无重，安尼扛袂。经过过来，就是来跟拢面的。到尾啊，一个道亲，哦，出来跟，跟起来，无简单。行第一步，要去行第二步时阵，行袂去啊，行袂去啊。看偌重个对，哦，赶紧哦，搁吐了，哦，等伊坐落。老师，迄个时阵搁用伊个手。哦，安尼人讲哦，足简单，就按一支手配起，就开始转。啊，大拄安尼，咱个道亲拄仔咧转袂起来，咱老师即摆咧，即个一个手耍起，安尼足简单啊。哦，即个时阵啊，即个老师啊讲，讲道理啊，即个本单啊内底，哦，迄个两个，迄个菜篮，迄顶篮哦，你敢知影？那是在咱多二六万多年的晚清正孝，若是为师甲恁打，咱修道这条路都歹行，无遐尔啊顺时啊，真的。哦，所以时阵道亲，哦，听到咱这位老师，哦，伊安尼真正安尼，哦，安尼。担着咱的罪，咱的罪业，帮助咱修道，大家话哦，拢跪落，哦，感谢这个老师，感谢这位师父。所以，咱通小看，哦，善佛拢伫暗中咧甲咱做，所以遇到考验。你不要怨天尤人，考验的任务有当下是大事化小，小事敢那化无呢？有诶，道亲啊，对你心讲病，就开始犯，哦，拢无咧保庇，无菜我咧食菜，啊，无菜我咧吼，真正咧足用心咧修办道，连那上天拢无慈悲。哪会安尼？哦，变成讲咱迄个信念打折，坚定的信念让我打折去，伊不了解，哦，暗中先自卑啊。若无暗中甲咱斗三工，人讲代志是安尼哩，真的，哦，所以有
经过就足侪车好啊好啦，意外也好啦，辛苦白赢也好啦，哦，拄着啊生活不如意也好，你的心绝对要坚定。你若多会、靠会，哦，突破难关会，你的心境、你的功力，你搁安怎更上一层楼？是安尼，愈靠功力愈好，所以不要怕，感恩上天，把咱看无到大。你接受上天的考试，无简单嘞，因为你已经有资格通来考啊，有迄项得考试的资格了无？真的，你讲要考大学啦，但你咧读高中毕业，你哪有资格？没有啊，你的境界是那么低啊，人家要考大学，那要考博士呢？你读迄落高中的呢？你已经在那是高中的呢？还没有资格受考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可言感恩、忏悔，真的这两样很重要。啊、哦，懂得忏悔，懂得感恩，懂得善解，那个善解很重要。哦，那是啊吼，我咧登玫瑰，那个两头在那登玫瑰，登玫瑰的天，天地之变呢？一念一念生，一念空的，就分出了天堂和地狱了。哦，所以要坚韧克服难关。第三，山腰水高来到世上。哦，有只讲过啊。哦，千奇百怪，遮得风云万里天，祸及必遮遭殃啊！你不要太好奇，修道很自然。但是不要有好奇心，咱老师在后面，后面，哦，就是讲哦，有阵时啊，咱的手机啊，退着，电脑咧看，哦，内底哦 ，YouTube 啦，哦 ，Google 啦啥，哦，啊 ，YouTube 啊，之类哦，哦，办到这哦，对不？哦。你要啥物送七礼？阿姊妹有送七礼，有无？你要自杀有啥啦？哦，我一边哦，咱香港的道歉，伊就哦，衣服内底就怎样？哇，一条迄个龙华锦丝衣，龙华锦丝衣啊，哦，姊妹，呜、哦。内底就是，我那是尿湿尿，哦，哦，我内底呢是老母娘啊，哦，穿迄个古装呢，哦，我咧穿啊迄种，坐伫迄个九龙椅，迄九龙椅过会滑来滑去，哦，然后呢，哦，我咧十几个拢穿古装啊，寡义的迄落，哦，迄落护法啊咧，哦，啊，即个老母娘呢，比迄个皇帝迄种无啊来，比较垂怜迄种的，哦，老母娘，哇，内底我咧。迄、那个身骨啦吼，才在几十尊安尼，哦，啊，甲看看迄影片吼，迄老母娘用手巾办事，哦，爱唱歌，啊，唱歌讲道理予你听，哦，安尼，嘿，啊，甲你解决足侪迄落问题，哦，安尼啊，我高兴看到，好奇啊。哦，好、哦，哦，可能吼、哦，因为那需要去问就对啦，哦，所以呢，要讲坐飞机坐到来台中，迄、那个所在是台中，哦，咱台中的就先拢知影，来遐，哦，迄个阿妈母啊带咧来遐参加伊内底迄个活动嘛，即摆吼，伫去尔，哦。即摆吼，佫去叫咱高教的道亲，吼、哦，叫，来佫叫两三个，吼、哦，佫叫咱台中佫坐飞机来，安尼啊，啊即摆吼当然啦，来遐看看参观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
伫遐吼，因伫遐有人办桌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吼、哦，迄个人讲精神医吼，内底若有办桌的，当然若有办一两块就收起来，其他全部拢办错的，哦，食龙虾、食红肉、食啥物啦，海产啦，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内底咧办事人员吼，有诶恰灵恰活。这道亲啊，有诶感受无？哇，这是真正诶，咱讲不同哦。哦，想想诶，当年吼思考，老母牛干咩啊？老母牛敢是咧咧受惊？啊，敢是惊你搬咱诶庙咧咧梦想？啊，这老母牛伊诶心态，哦，伊咧脚开始咧转，开始下。哦，当然，迄个操蛋啦，无用七七念、刷一念，无迄个气劲啦。但是出来就开始唱歌，哦，啊唱歌、唱曲啊，啊着讲道理哩，看咧。哦，啊，所以咧，伫个当中间，如果来当分辨，你有用智慧分辨，因为这是一个智慧课，智慧考。哦，你心咧想啥？魔的和尚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，魔就给你什么，很危险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勇敢的心，当然的为救弟弟，被拉进去，卷入魔谷，要回来困难了。哦，啊，还有读册有智慧在分辨的呢，哦，就袂叫大意。是安尼，所以不要小看哦，旁门左道，旁门左道哦，进行慢道之法啦，慢道之法，所以咱唔通随随便便哦，去安尼四界乌白拜，很危险哦。啊，讲来讲去拜着迄个妖魔鬼怪，哦，所以。不要太好奇，好奇会遭殃。哦，心不心性拢荡然人间，啊，所以呢，荡然人间要创啥货？做法换，三依法业，白用换，叫做法换。啊，法换就是讲，已经无阁有另外换了，对啦，你最后的一。哦，三奇物业，哦，三阳、青阳、红阳、白阳，哦，三奇嘛，哦，有诶，就是讲，啊，买落落去遐有无？三奇落去遐有无啦？啊，落去着四奇，变乌阴奇，白阳奇变乌阴奇。哦，听讲啊，真后迄个岳阳无做诶，走法队无做诶，去啊。哦，迄安尼吼，你有啥物病，去啊吼，伊我甲你推过就好，水互你啉啉诶，病就好。哦，但是迄是甲你断筋，伊会甲你麻醉。哦，嘛是共款袂好，但是你已经走偏去啊。哦，互你试一下念头，诶。活塞的都厉害，哦，勇敢哦，好厉害，叫做活塞的，啊、哦，好啊，体活啊嘛，咱活塞的是，很厉害，哦，很厉害，哦，所以呢，千磨万刀，哦，咱爱用智慧分辨，哦，尤其咱在这个位弄的是道场的好人才，哦。唔通互遮个哦，人讲邪魔啦哦，其他唔是足真正正道哦，唔通受遮个人引诱去哦，迄个心量要调整哦，要坚定信念哦。所以人讲做佛陀，唯有弥勒净土是真实，咱就是皈依弥勒净土哦，本性。
分成就是年月落年，叫做分成。哦，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讲，哦，分成变变，分成你讲佛堂嘛。哦，啊，讲佛堂是有形的佛堂，但是有无形的佛堂。无形的佛堂就是你的因缘，你的自性。哦，你去做大的所在。啊，所以哦，咱来了解哦，所以先要甲恁讲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哦。所以，咱的念头一念先即分，一念无就魔。所以，心念之差，心魔不远。哦，魔乱世，佛是救世。你心转别人是佛，你可得人是魔。所以要小心，我们不要咱的一句话，一个行为，可得而去。你若可得而去，你就是本身已经踏入这个魔的境界，哦，要小心，哦。啊，咱会当安怎用慈悲心去成全道亲鼓励人？那安尼，你就是佛菩萨。所以魔真厉害，魔就是将白净道，专门吼，你将来，哦，来灭除。咱人行正道，迄叫做魔，哦，害人的慧根，断人的慧根，这叫做魔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一切的起心动念，啊，甲外界这种种的干扰，拢总叫做魔。了解这个魔，哦，咱若要用慈悲，伊讲有正道。真生命法力可害，正道就是要拯救兄弟姊妹的生命，哦，然后互兄弟姊妹当法力可害。但是当时老母娘明明群魔扰乱道观，所以魔有领命，领什么人命？领老母娘命。伊嘛是爱按，伊爱本身就是爱去完成着伊的任务，伊的任务就是考得，考得进，考修行啦。伊当官官就是，哦，妖官哦，所以假祖师妖言将心出空台，哦，所以就出现迄落假强将啦、假祖师啦、假弥勒啦、假济公老师啦，哦，来妖言惑众啊。甚至安怎，他的神速广大，咱干嘛看人咧变魔术咧？魔术师有无？人有一个人徛伫遐，安怎甲变无去？哦，变无去安怎？搁甲变转来，有厉害无？欸，迄人吼会当安怎对这边？哦，啊会当吼去墙仔边甲围咧。他变过迄个人，我自然走去迄变过。有诶，搁会安怎？迄人搁会浮起来会飞，哦，迄有心术功大，功大。但是迄当互咱超生了死未？未当。会当帮助咱生活未？未当。速，哦，速流动静。叫做水流动静，迄种是法术，迄是正法，嘛是正道。啊，一切法拢就是肢体语言，肢体语言呐、啊，表演、讲话，迄种是道。真正道就是啥呢？往内，往你家己的内心的世界，哦，修心。修心是修家己，修改家己遐脾气毛病、遐不好的、不好的那些习惯，哦。但是你若修，啊无办呢，无功德。有修无办，会成佛未？嘛未成。啊，你若讲要办无修，会安怎？会成魔。奇怪，啊！我倒有咧
有咧办，啊有，哦无咧收啊，啊先来先无。办都是动态的，办到是活动的。比如讲，咱是灶卡做厨师、切菜、洗碗、油涂卡也好，哦，迄差不多。但是咱的心情的功夫无少，你无提升起来，所以袂得心吼。要叫伊来坐伫椅仔听道理吼。没有那个音乐，讲吼坐袂住啦。你若讲叫我去切菜吼，讲好啦。你若叫我来咧听道理吼，一个听落耳孔就塞起来，有。听道理就是要帮助咱修心，但是如果你若无修，你若讲哎。乖啊，咧做无意思，哦，爱办多当的物件，有当时啊，无咧收，伫迄个你咧做无意思的当中，一句话听到，哦，啊做法袂合，哦，就安怎，红灰红的，那是咧倒，还人咧倒。咧办道，但是无咧修道，魔就压起安尼，嗔恚啊，嗔恚咧嗔啊，哦，你敢捌看人咧生气？生气才会惹狂，有无？有诶，一生气起来会抓狂呢，惹狂呢，杀东杀西呢，哦，甚至吼，先苦来撞墙壁呢，无撞墙壁呢，哦，气到就要死去安尼，你看嘛。迄魔咧掠，魔哦，魔咧掠，所以爱安怎？爱靠修心哦来爱。修就是讲哦，啊意欲伊动机啊，是毋是我的本味？这就是功夫嘛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魔哦，为啥？病治病，就生病。有病，甲你治病。啊，甚至点少的病根，讲起来讲，这个城市变化万千。来买一碗海物煮，买来试啥？试探着咱的兄弟姊妹，是不是真心？你是不是起心动念来试你的动念，试你的动机？如果风台不足，你若无信，无信就是已经吼，人讲爱正信，但是吼、哦、你已经信唔到去啊，你已经行唔到路去啊，哦，甚至产生了疑惑，疑惑，你走的路产生疑惑，我到底是要行一条还是要行一条，啊，就变成讲颠倒，颠倒妄想，行颠倒去啊。本来行对头前，我行对对后边去。一念邪着了魔，进了凡夫。一个念头邪念生出来，哦，着魔，哦，去用魔，把你安怎，把你侵入。那呢，你着进了魔的凡夫，变成是魔镜，变成魔镜，哎，魔的主路啦，甚至吼。你会失去了啥？佛甲你保庇，甲你感应，哦，甚至呢，你会随意安怎妄贪、贪妄，产生了一种的贪妄之心，甚至让你享受荣华富贵，让你享受富贵名利，就叫做损客。哦，你损客，啊嘛，互你入客，哦，啊，互你呢一个动念。迄、那个一念动，啊顺伊的心，那安尼，你着下对清净，对入去足深足深的这个所在，迄、那个水底内底，风太不住，到尾是啥？含群魔，皆有同伴，皆有同伴。
从管着讲含伊做朋友，哦，含伊变变迄个感动就对啦，含无感动，那呢，你着离开光明，离开了光明，当然就是黑暗啦，你着进入黑暗，实是可怜。老母娘讲，这是足可怜的代志，哦，所以咱老母娘甲咱托跑，哦。就是这个老师也跟你讲，人生若不足，就会遭受了群魔，甲你安怎降落来？就是讲，哦，会遭受这个群魔甲你干扰。我好个修班，你有啥物心态？交班啥物无？交班什么无？哦，所以啊，这个老师跟你讲啊，问咱讲。咱有听过五魔乱世，五魔乱世，这句话咱常听到。但是，啥物叫做五魔？什么叫五魔？这讲老师跟你讲，五魔当然有五种。第一项魔叫做天魔，第二叫做罪魔，第三叫做妖魔，第四叫做老魔，第五叫做死。哦，听到这么多魔，哦，就去想到布袋戏的千心魔、真假仙、东家人死了、乌白龙骨，哦，哎，那讲正甲邪的勾结，哦，什么是天魔？天魔就是阿修罗，阿修罗。哦，伊住伫底，我是住伫天宫的三仙岛呢，人，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天岛、人岛、甲阿修罗岛这三仙岛，阿修罗阮也属于三仙岛之一。伊有哪有寿命呢？伊过去世是受福报呢，但是安怎，脾气作怪，有个人作好，也作爱报死的，有无？有个人作爱报死哦。哦，但是呢，脾气是无好，脾气很不好啦。哎、欸，你卖把我抓着，你若把我抓着哦，我是哦，安怎安怎，就你种的，迄种会做阿修罗。哦，所以这叫做天魔。另外，这个罪魔，罪魔就是讲咱的起心动念，哦，啊，甲咱的行为犯着魔界来做罪。杀到伊亡酒啊！哦，那么犯了这叫做罪魔，邪魔就是心口意三业产生出来的这个十恶业，这个十恶是无好，是无理，那么所造出来的行为，这种叫做邪魔。脑膜是啥？脑膜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哦，即、这个五毒扫不掉，是无好势，哦，甚至呢产生了一种的烦恼的一种心魔，嘛包括着五蕴想了无通，哦，那个、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。哦，甚至财色名食睡，哦，这物件受了无好，迄就是变成老魔。所以你甲看，有财魔、色魔、名魔、食魔、贪食魔、贪食，咱有那个贪食，哦，现在爸阿你记得食。迄听过迄有哪样？哦，佮困哦，对啦，哦，佮真正有困哦，佮困起就变魔，哦，欸，所以哦，困到拢唔知啊，哦，然后呢，死魔是啥？死魔就是执着伫修家上，做着啥？执着，讲到白话讲惊死。大家讲拢惊死，哦，
但是收到啦，你家己先认识，因为吼，咱了解讲生老病死事艰苦，人生就是爱经过这个过程。你若受了袂歹，哦，在世安尼经过历练，哦，你已经吼，人讲吼已经爆红啊，迄个功德地啊，吼拢地到安尼，已经不足啊，等于吼安然自在啊。回乡人母啦，哦，安尼啦，啊，所以唔免惊，哦，业也消，自自然然，上天就甲咱调转去，哦，但是有诶道亲哦，讲着死哦，都惊着着，尤其吼，你若去迄落勇敢讲道理，尽量毋通讲迄钱。伊毋爱听迄字，嘿啦，听迄字讲挂机啦，啊，毋爱听迄字，咱就袂死。好爷善做皇帝，做啥代事安怎？每一个人拢着安怎？拢爱面对迄个最后的那一刻，那一刻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毕业典礼。伊迄毕业典礼时阵，会当看出了你在世。到底你过得有价值吗？过得幸福吗？你有利益众生偌济？你个别时的时阵，当咱的灵魂看你这个个别时，是冷冷清清吗？还是足济人道亲，那你甲咱，吼，安尼甲咱吊着，偌济道亲你甲咱唔甘？哦，流下了迄种依依不舍的目屎，啊，有诶毋是，哦，有诶是安怎，互愧疚，迄个学堂诶过新年，哦，啊过新年了后，吼，人拢会，迄吼人拢侪无怪怪啦，啊过新年啊，哦，迄落。卖布料啊，哦，拢安尼歌功颂德呢，哦，哎呀，典范留存，哎，所以有诶吼，留下世间的名声，有诶红不追嘛，啊，有诶呢，红依依不舍，差别在哪里？我们这一世，哦，咱真正是不是投入的利益他人，救度遐个千万，哦，你看得出来。所以吼，咱真正爱学习咱过去的这过程，真正牺牲奉献，啊，真的牺牲奉献，不是为了众生。咱咧度人，咱咧宣传人，咱老公靠着度人宣传人咧赚钱，没有呢。我怕人家想讲，你宣传一个道亲，一个人求道，吼、哦，第一关卡你求道，哎、欸，你度一个人有简单无？度人简单吗？不简单呢。有当时啊吼，爱含伊交配，爱惊出来抓，你敢知影？哦，惊出来抓，人讲吼，毋是讲定定讲两串胶的，哎、欸，哦，真的是爱付出，然后求到了后，后壁要搁甲伊哦陪伴伊，带伊来佛堂听道理，哦，爱来听偌久，啊，搁会当安怎？哦，互伊英语，英语了后，佫甲鼓励伊参考，哎、欸，你佫达到这个参考的阶段，安尼偌久？也不简单啊！哦，参考了后，佫会当来学堂学人才，员工了愿，哦，进入到这个修半道的行业，也不简单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啊，难啊吼，这個。佛南无，啊、哦，
的心的趋向都重要，啊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讲一声，开始要坐婚姻机哦，啊，我知，即摆婚姻机咧飞啊，哦，开始万事如意，啊，德福丰店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